享受日夜了。呀，这样又是不是啊？好了，我的毛囊跟你起根，还有你起根毛囊在我的头上啊！到时候我的头发长出来，你们就知道了，上面都是你们，好吗？手势音需要自我介绍一下吗？有没有没有听过手势音的歌呢？今天还是一样需要拘着一点，我怕公叔哥一下子受不了。哎，佑哥，你是改名字了吗？你是改了名字吧？你是刚改的名字是不是？我怕这个公叔哥受不了啊，毕竟你刚才刚刷了一个超表情，还有四个那个高能啊，所以说我还是拘着一点吧，好吗？谢谢佑哥改名哦，那我以后就喊你佑了。还是一点一点的，植入进去，这样的话才不至于崩盘，好吧？谢谢佑哥。好，那我们介绍一下，那个手势音乐的话，是通过手势的改变来改变音乐在你耳中的位置，需要大家戴上耳机，左耳、右耳都要戴上，这样的话才有全面的感受。大家戴上耳机之后呢，我们就要开始，准备手势音乐了，大家准备一下。我们就开始咯。公叔哥哥，你能接受另外的声音的我吗？就说你的抗压能力强不强？如果你抗压能力强的话，我就给你施加一点压力。你要是抗压能力不强的话，我就先不说话了。强是吧？强的就行。大家抓紧啊！大家抓紧的戴上耳机，赶紧的，磨磨唧唧的，抓紧戴上耳机啊！一往前三个电视了，喜欢的话点个订阅，再喜欢点的话呢，三个虎粮卡个牌子。你要再喜欢点的话呢，你上个电视吧，看看能不能中个侃爷啥的。我们开始了啊！你要再考。光速哥哥，你别走，我离不开你。看来光速哥这个抗压能力还是很强的，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
嗯，一砍一砍的，怎么回事啊？你那个，你俩耳机都戴耳朵上面呢，你要不你就戴一个的话，你肯定卡。我都跟你说了，就戴俩，不用憋。光速哥抗压能力强，他刚才已经经受过我那波磨难了，已经留下来了，没有关系。大家喜欢的话呢，就点一下订阅吧，嘤嘤嘤。不喜欢的话呢，就点一下订阅。嗯，喜欢点个订阅以后经常看我，不喜欢的点个订阅就以后就看到我直播就别来就行了啊，就怎么着你都点个订阅再说。能不能来点新花样？你想要什么新花样啊，哥哥？
谢谢哥哥，哥哥真好，哥哥真好，谢谢哥哥。那么接下来我之后植发这么一片都得是属于你的了。大哥真不错，嘿，大哥真不错，嘿。太行了，太，哎呀，哎呀，真美。谢谢光速哥，光速哥太好了。守护最好的光速哥哥，光速哥真好。换麦了啊，大兄弟们，换麦了，天涯哥换麦了啊。哎呀，怎么回事？刚才怎么吃到了虎牙一号？哎呦，真的好感动，谢谢哥哥，哥哥对我真好，爱你哦，哥哥。好了，我们问路跑下喽。对呀，我刚才抽了个烟，喝了个酒，还出去蹦了个迪，刚刚回来，你们等着急了吧？好了，现在不急，宝宝们，我要开始恶龙咆哮了。恶龙咆哮，谢谢水的安哥哥，安哥哥你太好
Oh.
视了啊。Zipper 打火机三个，不要渴望摆脱，大家可以冲一冲啊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一毛钱上电视了啊。上电视 Zipper 打火机三个，不要渴望摆脱，大家上上电视团一团，兄弟们冲一冲。如果你不会抽烟的话呢，咱可以用打火机呢烧炕，因为现在冬天了，天比较冷，咱们可以去掰点玉米糠的，然后呢去烧炕啊，然后或者是点一下煤气灶也是可以的。大家团一团，团一团啊！要是你还是不想要打火机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用打火机呢换成白兔啊，万能的白兔啊。好了，我们开始洗头发了，大家冲一冲啊！只是不善于展示出来，所以你们看不到我的突出的地方。我不希望你们看我是因为这些外在。大家喜欢听一下订阅啊。
再去，你要是实际牌子的话，你再去，你要群里跟你说发也行。
西，但是有些人方式和手法不一样，所以听着感觉也不是一样的，看你们喜欢哪一项。
去陪陪他。确实。